对，但是你知道，你面对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啊。这边德国这边实在和他谈。那好吧。 这边就是说，那我就是我跟你说一下，这边他就是，我们去把你给那个接过来之后呢，就说就找一个地方是就叫文学之家，那个文学之家呢就说给你有一个过渡，过渡之后呢就是进入一个艺术家的这么一个计划。 就是，然后他各方面的反应，他都还是比较积极，大家也达成了一个共识，这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事情。